欢迎收看 VMAX Power 17G 置业乐安居，我是 Ken Fok 霍海威。本国上月份通胀是 1.2%， 属两年低位，扣除食物和能源的核心通胀是 1.6%， 低过中央银行的两厘控制目标，減低加息的壓力對後市有積極推動作用。另外，在9月29日強勢推出的豪華 apartment Dragon Condos， 經我們團隊策劃銷售，好受買家歡迎，反映有潛力的優質樓盤仍然受到買家追捧。我們今天 Power 17跟大家重點推介的是189號 Silver Rose， 一間4700呎的三車房大屋，它的位置是在 Cashway Wood， 一個我們唐人喜歡的數一數二的靚區，它的校區也是很特別。這間屋是1996年建築的，它的尺數是4700尺，一共有4+1的房，有一間在 basement 裡面。今期另外一個樓盤就是位於271號 Covered Road 的，這間屋大概就是3200多尺，雙車房。這間屋一共是4睡房 finish basement 的，是的，這個呢其實是華人熟悉的另外一個所謂的豪宅區啦，因為這個社區一個交通方便，學校又好啦，而且呢所基本上的屋呢都是有翻咁上下的佔地的面積啦，同埋 size 都咁上下的。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，大家想知道多啲我哋嘅物業資料，可以到 VMAX Power 7嘅網站瀏覽，歡迎隨時打電話同我哋聯絡，下次再會。